因为他是歌手，他肯定是啥都会唱啊。我就愿意唱经典老歌啊。这么的，咱俩唱一首歌送给姑娘的，把一首《窗外》送给她。这个肯定是没啥问题，对，关于爱情的，对，关于爱情，这没啥，应该是没什么。对，那我们带着这个感情哈来。举一躬，来，撒开撒开吧，揍了吧，揍了吧，我干了吧。你给我放了，多一下，你那牵手啥意思啊？放放下，看看来，好。掌声祝福他们，祝你们幸福。谢谢。越南，你有没有感觉跟唱的没有关系？你赶上那句词儿，那是啥词儿啊？你哼一下。假如我有一天荣归故里，再到你窗外诉说情怀。就你俩根本就不可能成。对，那时候你来，那时候你来，我背出去在屋呢。我是这么认为的，反正。你觉得他俩谁唱的好啊？我觉得你唱的蛮投入的，对，但是没投入到我这里。嗯，对，人家是问谁唱的好，谁唱好，唱的好。你不要想，有一些人用一些歪门邪道的，在你身边蹭过呀，然后呢，什么要求什么话歌吧，那都是歪门邪道的东西。我问他俩谁唱的好，你咋，你耳朵不好使啊？你上这边了，你别在那跨着什么玩意儿？阿姨瞅看着呢。心里话一来，被这都张春这奔我来里头。不是奔你来，你看你现在行，他要真说奔你来，你咔嚓就得坐哪儿去，你还就这点能耐 谁你过来，对对，我不得劲儿，对对对，你看得公平公平，哎，谁唱的好？觉得？我觉得现场看还是关帅比较有感情。我掐指一算，你的意中人我都知道是谁。谁呀？就今天我不管唱什么样，都是他好。那可不是哦。啊，读点啥的？不是啊。就你了，没别人。不一定。嘿，那挺缺的，那可不是。我发现这歌王争霸已经开始了 来来，两位表现非常不错 好来。那有些人用的那个套路啊。对，腾格尔就吃这亏了，咱太实在了。是是是，好，来看第二个短片。我两岁，我爸爸车祸去世的，我妈给我一手拉不大，特别不容易。现在能挣钱得让我妈得计。我去年给我妈换了台车，我和我妈都喜欢胖乎点的男的。我妈说瘦的没福，带不来财。妈，你给我上台找个啥样的？你找啥样都行，就别长那化妆的。对，我也接受不了。我觉得我能接受男的整容，哪怕你隆个胸都行，我就接受不了化妆。如果一个男生出门跟我讲眼影、高光、鼻摄影，一个男的比我还会化妆的男朋友，我接受。可不是咋的，那真不行。我化妆15分钟吧，一个男的出门得化1个多小时，一出门包里全是化妆品，我真接受不了，这真受不了。我觉得找对象不一定要找多有钱的，但一定得给你花钱的。
你要是有钱不给我花，我就想法把你钱抠出来。如果你有2000能给我花1800，那我还给你攒着，还舍不得花呢。我认为啊，找对象就得找幽默一点的。我觉得台上最浪漫的就是关帅，就他能往对象身上放鞭炮这件事儿，我也能干得出来。我跟他一样，愿意猴着猴着对象，扒拉扒拉你头发，搂个脖，掐脸蛋啥的，这样感觉特别亲近，就想捣鼓捣鼓你。反正没事呢，我就想捅咕捅咕你。你晚上睡觉了，都能在你身上玩1小时。不说爱好，我就爱美爱吃，衣服三大衣柜，每天一套衣服，最多吃5顿饭。但是我是铁打的88斤。喜欢我这种干吃不胖的类型的，千万别错过哦。好，来，是我好关帅。哎呦，这憋半天了。那个，我想问一下子。你在短片里说的，你说就是男朋友睡觉你都能在他身上玩1小时，我想知道你这1小时你都玩的什么玩意儿。你都玩啥呀？我主要吧，可以他睡着了嘛，我可以给他涂涂指甲油、给他